中距离的出手，可惜了。哇，又是进攻篮板。哇，这边抢下篮板，两分球不进。哇，这边又是一个身高的优势啊，抓下这个进攻篮板之后补，就看北科复工这边会怎么应对。而且让他打进其实还好，如果再赔上犯规就是更糟糕了。好，找不到机会，只能留到单打。哇，这边传球传亮亮相相的，时间已经到了。北科复工好像是非法掩护的进攻犯规哦。对，是十三号。一手可以犯规。欢迎回来，第二节的比赛。上半场 ，Brian Carlos 是以15-13领先两。哦，这边超节失误，给到对方往内杀的机会。可是自己的站位是脚步是有做移动的。对。可是想要一个进攻犯规吧，但是自己的脚步没有交代清楚。底角三分有机会，哇，三分球，在空中的对抗是占到了优势。哇，这边又回去一个三分球，哇，这边北科复工这边是又做出了一个抛投。传的稍微有点深了，没有太好的机会。哇，三分球也要来一个吗？哇，没有能够投进。哇，现在真的是就是连大个子都要出来投三分了。哦，艾肯欧比又是一个自投自抢，篮下拿下两分，是相信是他在对抗性上能够给分有抛投之后又有一定的视野。是他这场比赛基本上已经杀疯了，已经拿下21分。哦，哇，北科复工这边之后篮板也抢得积极，那现在比数就是拉开到6分的领先了。哇，北科复工轻松给到篮下打进。哇，布莱恩的防守强度提高之后，是让北科复工是制造了就是蛮多的失误。是。哇，三分球投进的是零号的 Charlie Goff。时间剩下7分半。看一下北科复工怎么追进比分哦。可以看到现在北科复工的张云军虽然示范了，但很低啊，就是2.5%左右。是，他们是已经出手了28颗中7。哇，这边又是一个三分球的出手没有把握。那篮板球已经来到6个哦，所以在篮板上面对北科复工是有非常大的帮助。张云军三分球有，哇，他今天神准啊。优势实在是太大了 ，Zachary Brin 继续拉开比分，现在来到3分差，艾肯欧比都守不住这一球了。不过还是一个球，这边高威要一个挡拆，又是艾肯欧比，内线强打又有抛投，看一下啊，我什么回应？哇，又是。